辛苦大家，然后能够在这么可爱的场地，然后很感谢红星美凯龙，然后让我到这个地方跟大家见面，然后唱很多的歌，然后今天也很特别，是因为可能是唯一的一个改版的签售，然后马上就要到香港做宣传，所以其实今天辛苦大家，因为很热，我知道，对不对？不会热吗？然后你们有扇子吗？哦，好漂亮！然后我希望每个人呢都可以健健康康、快快乐乐的，因为我们未来的路还很长，对不对？然后希望我可以唱更多好听的歌，然后希望你们可以赚更多的钱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还想听一首歌吗？啊，谢谢。其实这张专辑当中呢，有一个人我必须要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他是台湾很有名的一个写词的人，他叫黄庭。对，所以大家如果有空的话，可以去他的微博帮我问候他一下，因为他上次打来的时候，我在坐飞机就一直没有接到他电话，然后他帮我写一首歌，也非常代表我，然后我自己很喜欢。虽然歌词很多，让我背得很辛苦，反正我觉得这首歌，我希望你们大家都会唱啦，好不好？因为可能如果有演唱会的话，会是我跟你们之间的一个曲目，好不好？那就啊，一定要演唱会，可你们会来吗？那我就办一场就好了，好不好？真的，一场你们都通通可以来啊，这样场地刚刚好。真的吗？那如果空位算你的，开玩笑的啦，因为我怕你们太辛苦，所以我们大家注意安全，然后如果可以的话，然后大家彼此，我不知道讲什么，就彼此照顾一下，帮对方扇扇风啦。认识一下新的朋友，好不好？因为合肥嘛，为什么因为合？因为合就是有团聚的意思啊，对不对？那啊，肥就有一起吃饭的意思啊，对吧？我们一定，我现在在计划，以后我们的那个。的那个，只要是加入杨宗纬鸽子的，我们都会每年都有一个那个闹流水席，这边是叫流水席吗？对，就是不要吃三天三夜啦，吃一个晚上就好了，就是大家在那个地方吃东西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可不要办一办大家都不来，但是可以让我吃东西，不要让我唱歌吗？因为我也很想看大家吃东西。啊？好，那我们就办一个流水席。啊？合肥的什么？合肥有什么小吃？不就小龙虾吗？对吧？对，因为我这素不能吃啊。烧饼，烧饼是素的吗？是啊，好，素的肉松这里有卖吗？有，真的，好，满足，好了，好，如果现在有素肉松的也不要直接丢上来，拜托拜托，我会以为你们不喜欢我的音乐，好，带来这首《这一路走来》。